中国绿色清洁行业学习培训代表团抵达洛杉矶，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他们通过培训学习美国先进绿色清洁观念，为推动中国绿色环保做出贡献。请看报道。由中国清洗保洁行业协会筹委会主任李群池率领的绿色清洁行业的代表团，因 AICA 美国国际认证协会的邀请，来美参加短期学习培训。学习美国先进的绿色清洁理念，掌握国际绿色建筑标准建筑与健康标准，为推动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和绿色生态营运做好准备。美国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朴建新在罗兰岗设宴欢迎代表团一行，核桃市副市长苏完秀兰、蒙市市议员林达坚等美国政府的官员均出席并颁发祝贺状。中国清洁行业首席代表李群池以及吴敏焕、吕爱东、刘静等人接受表彰，也希望呢通过这次培训，能够使呢，和美国呢，在中国的这个清洁行业呢，缩短呢它的距离和差距。绿色建筑环保的一些清洁行业项目，这次呢培训的颁发的认证书呢，也是绿色建筑的清洁认证师项目。中国清洗保洁行业是一个新兴服务业，全国有21万专业清洗保洁企业，2000多万员工，有15种专业的服务项目，涉及生产和城镇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环球东方记者李渝冲，洛杉矶采访报道。